梅，你快来看，怎么了，妈妈？你妹妹最近好像不正常。妹妹哪天正常了？哎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她最近经常对着镜子玩。妹妹自娱自乐，倒也不是很奇怪。石头剪刀布，耶！我终于赢你了。奇怪就奇怪在这儿，她对着镜子玩，怎么还能赢了镜子里的自己呢？你们在说什么呢？偷偷摸摸的。你跟妈妈说实话，你每天自己在屋里跟谁玩呢？和另一个我玩呀，我今天都赢了他呢。那你玩就玩呗，怎么点那么多蜡烛呀？那个蜡烛自己亮的，不是我点的。我进去看看。来，你过来跟妈妈好好说说。我倒要看看，妹妹你到底在和谁玩？电子蜡因为开关失灵，所以除非电量耗尽才会熄灭。听说镜子前放蜡烛会出现奇怪的事，其实这都是光线模糊产生的心理作用而已。但是妹妹为什么说赢了镜子里的自己呢？除非镜子里的自己真的能做出不一样的动作。难道原来是这样？妈妈，我也赢了镜子里的自己呢。你们俩别吓我，怎么可能？妹妹，你是出的石头赢了镜中人吧？对呀，你也会了。看我的，石头剪刀布。耶，我赢了。哪儿赢了啊？镜子里的你不也是这个动作吗？只要换个角度看，这就是石头赢了剪刀哦。妈妈，快！等一下，碎了！妈妈，家里来过人了。糟了！不美，你爸当初求婚送我的地下钻戒不见了，给我看看。看来有人在慌忙翻找中打翻了颜料，并且还进过卧室。老婆，结婚纪念日快乐！爸爸，惊喜都被你变成惊吓了。怎么样，老婆，开心不？开心什么呀？你快帮我找找，我的第二钻戒不见了。哎呀，那小钻戒丢就丢了，快看看这个。妈妈，快拆呀！哎呀，你爸就是个大直男，他送的礼物没一个浪漫的。我说柜子门总坏，他就送我个工具箱。还有一次情人节，你爸拿出一个手机盒，结果……哎呀，这次不一样了，你快看看。我倒要看看。婚十年了，咱俩也是西婚了。这枚戒指就是我对你只增不减的爱意。以后每过几年，我们都去第二店里往上面镶一颗钻石，等钻石镶满了，布梅也长大了，我们就可以甜蜜的过二人世界了。所以说我是电灯泡喽。虽然爸爸是个大直男，总是笨手笨脚的，但在爱妈妈这件事上，他总是毫无保留的拼尽全力。天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仿生机器人，但为什么是我的模样？我之前参加过一个大公司的机器人调研问卷，好像上传过家人的照片，所以这应该是寄来的试用品。你们好，我是9591号。哎，你会做什么呀？解决掉人类啊的麻烦。怎么还大喘气呢？15分钟后被接入后，两车相撞造成拥堵，请尽快出发，以免错过会议。你还能预测未来？这应该是机器人本身有大数据支撑，依靠数学建模进行的行为预判。遇到准确度如何？他怎么知道妈妈要去开会？难道已经开始读取我们的个人信息？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等待新的指令。不对，他在试图模仿我的动作。妈妈，怎么关闭它？按额头两下，进入休眠状态。我们还是退货吧，总觉得他不对劲。好，但我得赶紧出门了，等回来再联系。妈妈，早去早回。我回来了。哎，那个机器人呢？已经打过退货电话，叫人拉走了。那就好，我先去做饭了。妈妈，早去早回。妈妈，我在这儿。原来是个梦。不美，快来看看，这是一个大公司寄来的产品。妈妈，别拆，我不收拾一下吗？妈妈刚扫完地。你来扫啊，小孩应该多帮家里干干活。什么人，看着书消消气。小点声，我要看书。我说小点声。哎，看什么书啊，算了，我出去一趟。哎，这马上吃饭，给我点钱，我去见个朋友。
这些够吧？才500啊！真小气。行了行了，这孩子天天跟咱牵着他，什么事儿啊？妈妈，他要做到什么时候？哎呀，都说了嘛，他从小在国外长大，这刚回国几天总和他妈吵架，就让他来咱家住住。我这当小姨的也不好撵他回去，都是亲戚。哼哼，不好撵，那就让他自己走。哎，人呢？热水烧了吗？我要洗澡。小姨，小姨夫，这小屁孩写什么日记呢？他们发现了我的秘密。啥意思啊？我们很小心了，却还是被发现了。这是我的第三对父母。你，我小姨他们呢？我爸妈出差了，这段时间都不回来。你见过外表是小孩，但实际年龄却是成年人的吗？没见过。因为见过的人都消失了。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要回家了。这变身器不错呀，主要靠演技，嘿嘿。哎，不是钥匙，别反锁。回来了。哎，你没在屋里啊，吓坏我了。奇怪，那是谁把门反锁？到底什么情况？我和你爸刚进家，就发现卧室门反锁着，敲了半天没人开门，以为你在里面出什么事儿了。你们都让让啊！走。哎呦，没人啊！要是有坏人就危险，爸爸以后别这么冒死。床头柜的钱去哪儿了？我今天出门前特意放这儿的。典型的密室失踪案啊！密室。对啊，窗户紧闭，房门紧锁，空无一人，东西丢了，全货。那如果是爸爸出门前偷偷把钱拿走了？又怀疑我了？你爸和我一起出门的，中途也没回过家，确实不可能拿。而且我们出门的时候，卧室门还是开着的。如果没判断错，妈妈的钱应该就在那里，但是缺少一个环节，扫地机。这就说通了，爸爸你先拿着。给我枕头干嘛？爸爸这次用了13种密室手法中的第10种。首先，爸爸第一个到达卧室门口，当着妈妈的面，故意说门可能被我反锁了，其实门并没有上锁。然后，爸爸装作用力把门撞开的样子，进入了所谓的密室，其实只是偷偷扭开了门把手而已。光说了，这门走之前可是开着的，我一天都和你妈在一起，谁关的门？别急，这方法学的不错。爸爸提前在扫地机上贴了2根透明鱼线，分别连接钱和抽屉。通过远程启动扫地机，一根先拉开抽屉，同时另一根把钱抓落在地上，最后再控制扫地机将门撞上。所以刚刚爸爸在进屋后特意摔倒在地，甚至藏好了鱼线和钱，一个密室失窃的手法就达成了。但可惜这上面的透明胶没来得及抠掉。行啊，你给我过来。先等等，妹妹今天怎么这么早放学？本来没有我的提前出现，爸爸就能顺利将钱转移。可惜今天下午体育老师生病请假了。别扯了，体育老师生病不应该继续上数学课吗？咋会？果然用得上枕头吧？爸爸，我想看动画片。不行，先把作业写完。如果我假冒妈妈给爸爸发信息，让爸爸出去，我就能看动画片喽。我出去的啊，你好好做作业。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。你是不是妈妈平时又不做饭，没去干嘛？我没给你发信息啊。看来是妹妹在捣鬼。我回去收拾她。爸爸，妹妹一定会装傻，按照我说的做，收集证据。怎么了？我忘记拿门禁卡了。你好好写作业啊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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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拍到了，别装了，你根本就没做作业。这奥数太难了，我不会。爸爸，你来辅导我吧。顾美，你说哪个卫星好看啊？